他的情况确实非常的一个严重，他正常站着的话，肿瘤已经掉到膝盖这里来了，而且肿瘤压迫了这个血管，导致这个双下肢都水肿很厉害，吃东西也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他压迫了胃肠道。 我记得当时手术顺利的把它整个拿下来之后，是三个医生一起从手术台上把它抱下来的，然后拿到那个手术台上一称的话，有68斤，啊，68斤。然后除了这个68斤的这个肿瘤之外，还有7斤的一个腹水。 很高兴啊！嗯，高兴呢。认识我们啊？认识的。对。你一个大好人。那应该的。我自己内心的话，我们可能就做了本职工作，但是具体对到他个人来说，他确实。 病痛也解决了，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所以我非常的激动，非常开心。两个医生就好了，大好人啊，帮助我的，谢谢医生啊！病好了，身体好了，生活好了。